Thank you.
冰糕吗？
上门。
那你像那个什么那个那个，那是四十多块钱。 不客气，不客气。 多吃了。
关门了吧？
Thank you.
Thank you.
这个往前，我把我的往后放。我只要不压在这前面。你这得，这还老小。 变得像商场一样，晓得不？
我都忘记了，我五点下班，我五点。哎，你这头发，你咋？你这样，你是这样想的吗？你说。老板，你多少钱？
谁说话？大龙，大龙。